永恩已经没有这版本初期那么狠了，羊刀已经不行了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。吃我一记羊杀的。全军出击。我操！王王口中冠冕堂皇 ，A 阶中风，扎一刀。中风，他指定走位，我们往上。我们往上 Q， 他一定会能中，知道吧？扎一刀，一过来平 A， 平 A 接扎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中风，一个中风丢俩兵，扎一刀，回去打个眼儿。那指定是 QE。 中风接滑了平 A。 为什么永恩的攻速感觉比以前低了呢？我没点攻速吗？我点了攻速啊，一下扎一刀点炎 W 闪现平 A 接扎收平 A， 得了。感觉攻速好慢啊，没有以前快了。我觉得是削了吗？放技能也好慢啊，好僵硬啊。一中风 A 接滑了平 A 接扎接平 A 走，给点风，扎一刀往上中风 A 接滑了接平 A 扎一刀平 A 一过来 A 接扎走，我扎，再扎，一过来，中风 A 接滑了，接扎接平 A， 干嘛呀？行啊，蓝天，我操了，两管血敢过来抓我！哎呀，我那个戳空了。
哎，这蓝枪真牛批哈！他两管显然过来抓我，我都没想到。睡眠不是给弱者的，而是给有福者的。我都没想到他能狠成这个样子。有点低，崩 A 一刀，扎一下，咋这么短呢？扎一刀，划了，扎一刀，接中锋 ，A 接扎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扎，接划了，接点烟，接扎。不知道卡萨丁来没来。回头中风回来 W 接扎回家，先来个这个亚扎卡，那就会激活难耐，跑得快一点先。看看这包女儿啊，包女儿46刀红，我们要了。我其实心远了你知道吗，我就心有点远了，因为他给我打信号了。我在想到底要不要拿，犹豫了一波。我没有胡说啊，有些人应该能看得出来，一上来接凤凰，蓝枪在我旁边完了，扎一刀，中锋 A 接 W A 接扎接大招不交闪 A 接扎一过来平 A 扎一刀回来，给他红就只能死。中锋平 A 平 A 扎一刀划了 Q 闪点烟接平 A 死，
能拆就拆了啊！划了戳 A 接戳接平 A， 哎呀，卡萨丁怎么来了？卡萨丁，有点盐的卡萨丁。如果卡萨丁没有点盐，这一波我们应该能打死他。看看这钱够不够啊？不够就来个箭袋。算了，不箭袋了。算了，还是箭袋吧。箭袋是15攻速30攻击力。15攻速。这家伙。三路崩啊，我们应该要稳一稳了。上路拆完，我们开始出完盾弓，开始杀人。杀一刀，打断流 A 接戳。我打了，溜一手，先插个眼儿。蓝枪装备不错。直接给大 A 接戳，接平 A 接 A 接戳，有点肉啊。去中路2100。杀蓝枪可以打，一上来打不了解，拖一下，拖一下回来不行，这要飞尸了，也打不过呀。先回家吧。还是稍微有点脆啊。这永恩这英雄没有盾弓之前不行，还是太脆，没有人扛。这波去杀蓝枪，蓝枪就在左边，哎，我就应该他妈把这跳弹给打了，当时哎我操，一个剑魔他们都挡不住，那剑魔152兄弟，那剑魔跨过来，杜风 A 接错，又他妈差一点，这蓝枪没杀了，我天哪，这蓝枪杀了1000块钱我就起飞了，有点烦，有点烦，这蓝枪没杀掉。
是自信回头，我杀不了，我怎么能是自信回头呢？这卡大丁一会儿也起来，怎么整？想一想啊，该怎么办？四个 five 怎么办？我知道他有闪现，但你说怎么整呢？杀不着人，我们这一个杀不着，人家就一直送，啊，人家就一直死。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杀不到人。只能杀个废物，也不值钱呢，这玩意儿呢，450。我想杀蓝枪啊。这卡萨丁无限发育，都跟我等级一边高，现在我管不了啊，还回家出盾弓。我下家也来收集者吧。25秒有大，心灰意冷，会玩啊？烦与乱都会让亚瑟卡拉屈指。我们上招了。人家知道跑，我们家这些人嘛，他不知道跑，他就只知道跟人打死，打死，打死，看人就上，打死。我杀的又慢，我杀个人费劲死，每个人一顿跑，我杀蓝枪蓝枪跑，我杀卡萨丁卡萨丁跑，我杀剑魔剑魔跑。你看人家知道跑，你知道吧？这不知道跑。找到你未曾有过的安宁。几个人？三个人。我身边没人，我打不过他俩。把收集者出完，我们出春哥，春哥出完，我们出个，哎，不出春哥，出无尽呢。收集者出完，出无尽。
真累呀、啊。小龙给了吧，不要了。1025。这是谁呀？没死掉。哎，这可怎么整？我还没杀了，我有点自信回头了。还行，可以接受。不去了，那夜战死死吧。完了，哎呀，没勾到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哎呀，我这勾到我可够呛了，我就GG了。我可死了。时候想要救人，必先有一战。大 ADC 死一个 W A 戳中锋 A 戳 W A 中锋杀完 AD 这蓝枪杀不了，真他妈是一个大底，我操的！我得六神装才能好打，我五件装备都不行，五件装备都没有办法赢。还不足以让我停下，因为这种英雄他太脆了，他没有办法，虚区特别高又特别幼。不行，我命用命换一波蓝枪吧。那梅兰卡萨丁在俺们家野区是晃晃晃晃。走吧，打不死人算了吧。下波龙魂，那蓝枪一会儿来了，下波龙魂咋办啊？真够呛。疑虑和恐惧之间，亚扎卡纳伺机而动。
不行，龙魂给了吧，只能跟我在这里把蓝枪杀了。吸点血去，这条小龙拿了，上路不要了。中风 A 点也戳 W 接戳接戳 E回家，算了，不回家，我们就把下路拆了。这蓝枪终于死一把，可不容易。就可以拯救灵魂了。现在就别管谁抢不抢的问题了，这是谁能拿着谁就拿吧。抢不抢的也就是这么回事了。不过最好的一点是我们家人有斗志啊，虽然他们玩的不咋地，但是并没有挂机，有斗志那就行。恶魔形态各异，于我而言一概是异。死一个就死一个，没关系。线儿应该能守住，那女警这种英雄守个线儿应该没啥问题。两个人打不过我，我可上高地了啊，我可拆基地了啊，你们要没人回家的话。先杀 AD， 戳 A 打反就死了。中风 A 戳平 A 再 A 戳一刀，几个人？剩个蓝枪，没事儿。我盾弓都没触发呢，很脆的这蓝枪。收。春哥了，没关系。我叫大龙啊。这无尽出了伤害是不一样啊。这无尽出完虚区是有点高了。收集者换个贵的呀，收集者换个银血剑吧，不行，行不行？不得，收集者就得收集者，银血剑再银血剑，等我们春哥掉了再出银血剑。每次都是同样的结果。这团战我得杀。这团战不好打呀，这团战，这团战怎么打呀？卡莎没有大，
哦，我点盐，我有盾弓，没事。你让我吸点血行不行？那小龙得要啊。小龙没了，你给我勾死了。放个凝血剑，春哥。这锤石勾我，我可怎么整？不行，我还是得单带。我这打团根本打不赢，因为我们太脆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只能杀一个，我杀两个我杀不了。我还是得跟他们跟他们带去，让对面一个一个过来，完事我们一个一个杀。要跟他们打团，没个打，那剑魔一个能打四五个。下路带吧。回到安宁，如果面具戴得够久，你就会忘掉后面的那张脸。卡萨丁十六了，上波就应该单带，不应该打团，那团战打不了，就我们一个人跟那打团。个人嘛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我们就去中带。就只能带线了。慢慢带吧。把中路下路守一守，别出去打。对面那波蓝枪没复活，我们出来给他们打退一波，然后再继续带，把大龙 buff 拖一下，嗯，守一下下路。这怎么死？哎，不行，他们四打四守不住，继续。卡萨丁也十六级了，下马吧。不行，我一人打他们五个。